为我们 flight delay 嘛，所以我们转机的时候，我们那个 luggage 就待在上一个机场了嘛。我们是用尽全力跑来的，因为我们还连进到哦，小红在这边。原来冲浪是这样啊，然后这边有冲凉啊，来，要关回去，压下来，哦，去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大神，相信你们先看影片的标题都知道，今天是我们要去到芬兰，再从芬兰转挪威，从我们在这个 Dubai Abu Dhabi 啊去到挪威啦，我们会从飞机转两次，再坐火车，然后我给你们开箱一下怎样坐火车去到挪威，所以我们先去 check in 我们的 luggage。刚才我上网看了，我们从这边坐到去 Turkey， 从 Turkey 转机去芬兰，然后从芬兰我们要去挪威呢，我们是坐火车。我想问一下，从芬兰坐火车去挪威到底要多久？坐 VR 火车到一个其中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坐车进挪威。我完全不懂。我忘记这个行程是怎样的。因为我刚才了，刚才我上网 search， 如果我们单单坐火车的话。No, God, please, no! 大家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Helsinki 的机场。这边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，是因为我们 flight delay 嘛，所以我们转机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 luggage 待在上一个机场了。因为我放 AirTag 在里面，但是我跟那个空少讲啊，我确定我的 bag 还在下面。他讲他打过去 double confirm 了，是有上飞机了。等下你们就知道这个 bag 到底在不在了。现在来到了芬兰的教堂，哇，很冷，但是很美，哇，很美。我们现在位于这个很著名的教堂，但是我们的行李没有拿到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冷。这是我刚刚买的，这边现在是-9度，我真的。我的手很痛。我很冷。OK， 所以现在我拍一个胶片。OK。我们决定上车。真的没给我看一下。好漂亮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教堂里面。教父成功的主持啊，过后呢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会排队一个个送上拥抱，给予最好的祝福。这个用词这样奇怪。妈的，我在进步了。什么叫教父成功？成功什么？主持成功主持。是热乎的。怎么可以那么好吃？哎，他哪个真的很好吃哎？一流啊，对对对，热热的，太吃了，其他。早上啊，然后现在这边在下雪，所以我要拍一张照片先，因为反正都来到这个城市了。但是我在等着一个火车经过，哎，好像来了，哎，有吗？看他那条线，哎，是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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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车打到我鸡蛋糕。这样子我们要等一等了，还是我觉得我们换个主题吧，我拍个空景啊。OK， 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我再拍这个吧，这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。
这是我第一次跟 Miki 在下雪中散步。平时我们在下雪都是出来一下子就在回房间了，这一次真的是要在下雪的这种状况中走路，我觉得很不错的体验，我觉得很美。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呢，是下一点点小雪，距离我们吃早餐的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，这个雪是没有停了。这本来的街道上面是一点雪都没有了，但是我可以看一下，它下了3个小时过后了，它堆积到什么程度？整个地上都开始堆积起来了，本来是没有的嘞，你看现在。OK， 大家，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昨天行李又没有到的一些情况。就是我们从伊斯坦布尔飞去芬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飞机的那个路线啊走到比较长了，所以我们 delay 了1个小时才到机场。我们的飞机刚到的时候，就有人在外面举牌讲是不是去芬兰的，然后我们就举手哦，他就先带我们去走一个很快的通道进到下一个飞机，然后我就跟那个空少讲，哎，我的行李应该还在上一个飞机，然后还要打过去恐吓吗？然后他讲，我又在等等等，我觉得不对劲哦，因为我的旅行 bag 里面是有放 AirTag 的，那个 AirTag 显示啊，他已经从飞机进到飞机场里面的那种一个地方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又在叫他过来，我讲，你看我的 AirTag 显示在这边，然后他再去打电话，然后再走回来，他讲，我的行李已经 on board 了，表示 AirTag 还没有及时更新。然后我讲 OK 咯，可以，我相信他。结果我一去到芬兰，我一打开我的 AirTag， 我一看。我就马上跟他们讲，我不用等了，相信我，跟那个工作人员讲，我的行李没有来到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讲不会来了的，我给你看我的 AirTag， 他讲哦，他才肯帮我做 report， 然后他就很不甘愿的帮我们做，然后他就跟我讲哦，他 check 了 system 里面是写在 Istanbul， 他讲会跟着今晚的飞机来，如果好运的话，今天早上你就可以拿到你的行李箱，然后我们就集体回去酒店哦。如果想下，如果我等他跟我讲可以拿行李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等很久，因为在这边住了很久了，中国人呢就跟我们讲他们做东西的效率是很慢的，而且拜六礼拜啊，他们是会选择性不做工，就算你交了很多钱给他，他都不要做工了，因为拜六礼拜是他休息的时间。我就晚上又要打电话去机场，然后他们就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我就直接铲去机场讲骗话咯，因为、哦、他讲，如果我们的 agent 没有 call 你，你是不能去哪里旅行的。我就去到，我跟他讲，你的 agent 已经 call 我了。我们 before 去的时候，我们是打给那个 Turkey 的 airline， 他讲我们的 luggage 已经到了芬兰了，所以我们才敢过去。过好去过后哦，很好笑的事情就来了，大家。我们进到那个 arrival 拿行李的地方，然后他就问我， How do you get in? I didn't open for you。因为我跟着那个芬兰的 airline 开门进来嘛，我讲是前面的人开给我的，他就讲哦 OK 咯，他就打过去哦，问到他的工作人员行李箱是不是到了，他讲哦是，这样你可以去那边拿哦。他晚上又打给我。我们的嘞，如果我们等他打给我，我们是不用拿行李箱了。他们不懂哦，没有行李 bag 的状况是多么的糟糕。昨天我在-9度，穿着这件衣服跟一个很领薄的羽绒服，我的裤子是那种哦，马来西亚的裤子是很通风的。你想象我的下面结冰了吗？在外面走的时候是冷到哦。1分钟也打没打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等时间，等下我们就去吃一个当地很著名的小门堂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的餐厅，他们要做网红餐厅。Go go！ 哇，你看这边的桌子已经被铺成这么厚了，你看，哇，你看地上。在这个餐厅呢，就上网很多人有推荐，一定要来喝他的小焖汤，还有吃他的烤鹿的肉，还有一个是 smoked salmon， 他们讲很好吃的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先吃一下他的鹿肉，有点小小的沙味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推荐的小焖汤，试一下。可以的，有点奶味，至于到很夸张的好吃。这就是 smoked salmon。I think you want to have the snow。里面最喜欢我喜欢那个 smoked salmon， 因为可能是它的蘑菇质啊，
好吃。个人给出的排名 ：smoked salmon 第一名，汤第二名，鹿肉第三名。你觉得哪个第一名？我觉得鹿肉不差。因为我不讲它差。第一名我给他。Okay, 第一名你给他。第二名给他。汤。第三名给他，因为他最靠近 Asian 风。哦，我拍过美食节目了。口味上的话，我会投他。因为它的三文鱼是真的好吃 ，OK， 然后对第一名是这个，对，然后我最接受不到的是鹿肉，跟妹口一样。来，我们的最后一道食物就是 Miki 点的甜品。有点在 喝奶茶的感觉，老虎糖，它上面的焦糖好吃。刚才我们吃东西叫三个主食，一个甜品，大概花了750块马币。然后现在3:30，天开始黑了，感觉刚起来就天黑。哇，很热的。因为我们买的是头等舱啊，因为还在火车最前面，最前面我们要跑。然后我这个有两层的，我要把三个女人搬，搬完我四个很重的来可以上二楼啊。然后我们住的呢，为什么要讲我们在前面呢？因为这边的每一个房间在前面的话啦，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厕所的，厕所是没有了冲凉的，就是这样子吧。冲凉应该在这边吧，大家。没有冲凉啊！哦，小红在这边。原来冲凉是这样。啊，然后这边有冲凉了，然后关回去，压下来。哦。回去。哦。就是这样子啦。OK。OK， 大家，我已经冲好凉了，你看。然后我这边开始哦，一开始我在那边转，其实是错了，这边一个 button， 当你按的时候，它才会出水，10秒过后它就 auto 关掉。你要用水的时候，你再按。现在我已经冲好凉了啊，那我可以这么呢，坐在这边吃饭。我们现在在地上吃东西，因为这边的火车旅游下的 camping 只能在他那边，而不能外带。如果是外带的话，我会直接搞定。有没有汤匙？这个真的很有点。求你啊，他Miko不会拿东西啊。OK。这个特别一点的房间呢是有狗的。所以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边的肯定。OK， 我们终于到了肯定了。我们走了大概5分钟，看到吗？这边。因为我们吃饱了嘛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点他的餐吃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喝茶。其实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哦，是开箱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 candy 是长什么样子的。哇，红酒啊，你喝酒啊？喝酒啊，红酒是有益身体的，干杯。我们在这边加热水啦，是要收1欧。然后那个安迪跟我讲，他看到我讲1欧1欧就是2欧嘛。然后我就拿钱出来站在那边很诚恳的眼睛看着他狗样子，然后他就看着我就笑哦，然后又找9欧给我，那边他算我1欧1欧。可以想象一下5块钱呢，加一个热水。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厂坐着的，坐12个小时，所以你看他们是直接在这边睡。最后我们的房间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就是小到我 Miki 一开门就会撞到我。 OK， 这个就是上面的床，你看。 OK， 我们放完东西里面就长这样子，很窄，但是我觉得比后面的更好，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洗手间。下面呢我们还可以放很多行李。
所以大家今天的这个 vlog 呢就到此结束了，明天我们就会去到芬兰的最北部看圣诞老人啊，骑鹿啊，这个呢就会放在下一个 vlog 好了， OK， 记得留守我们下一个影片，如果你们想知道去旅行可以去哪里玩的话，记得留守我的 channel， OK， 所以大家晚安，这边已经晚上的十点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我跟你们讲这边的隔音西北不好，我在拍 ending 的时候菠菜姐跟我讲拍 ending 啊，然后笑我，你阿妈这边隔音真的不好耶。